只湿的蟹冻。走，我们几个只是打的。够不着了，不要了。走，去试试去。小哥，咬个手，这个咬的，这个咬的，对。你好上点啊！那是拿回去的。拿回去那种晒柿饼的那种，赢了。大姨妈真的会被气没吗？看到吧？这是有助于生机的。你看看吧。不舒服，情绪不调，有时会明显影响到你。哎呀，我的妈呢！哦天，这个是血，如果此时的看着点哈。这是被鸟探空人或者是有裂缝，苍蝇下进去的。或者不能，咦，四句是咋种好看的，咋种发青的对吧？嗯，嗯，里边就干净了嘞。是啊。啊！我被他吓扔了。漂亮，你和这一个一比的话，你看看还输的真轻。下来吧。你这没钱了，你还来急。多少钱破地瓜时候，那就来。哎，还行。哎呀，那就是了。啊，这个辣椒全是那辣的。他在这等着，今儿没接着往里放。今天老爷买上，今天老爷爹不打麻去。给这土地块吃了。哎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。哦，谢谢。他们下山的吃饱了的嘛，把那个鱼吃的酸。那拿下去呗。还有地瓜，还有柿子，还有山楂。这好哈，不想走了哈。那闺女都待着罐子，你看看。那得走啊，你不走还能住山上？没有乐趣啊，在了咱那边，你看那个山。